いいね。先变凉一点再出去。为什么又看到？哦，我看到很余光，这里有一个水。翻的吗？翻到那边去。我用扛的，用扛的比较轻松。这样可以滑了吗？跳跳高高是不是？是这样吗？这样吗？跟着他们的轨迹。好，不能直接下去吗？可以，但是你要跟一下，你要试试看的话可以。对啊，因为他们那路太长了，我应该不行。可以到那边盯着看啊，应该是这样。不够，直抽完全不用撒，设备塞塞塞，抽得起来就抽。前人的轨迹，这条路比较好吧？对，我才不要绕大圈呢。
后面的管子还是有啊，我还没有感应到。它其实看起来很快，但没有撞很重。就是这招以后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嗯。棒棒减速吧。終点です。防護手すりを
上げてください。終点に近づきましたらスキーの先端を上げてください。降車の際は降車位置で素早く立ち、リフトに動揺を与え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上げてください。啊，真的要去花园哦？对啊。好吧。要推了，要推了。对，加油！你那边太深了啦，我就想体验一下啊，好深，快到膝盖了。小心啊！这边就没什么雪，怎么分配又不均匀啊？因为右边都被人家刮走了。觉得姐姐如果来玩这种，她应该哇哇叫吧。然后小朋友应该玩得很高兴。呜呼，好酸哦，酸了酸了。有洞吗？还好吗？还好，是有洞是不是？卡住了。哦。雪吗？
三只耶、欸、在这里人家那里就画有一个洞没这边上去是硬的哦是哦哦幸好速度不快这样子触到了、这个痕迹要记得这种痕迹不可以进去嗯，真危险你说这种上面下得来下面上不去啊嗯，就是这种形状嗯，是硬的这种形状我看看说说看接不上去它的下面跟上面的雪质是不一样的断层哦，接下来要直冲冲去缆车吗不是吧嗯，不是啊要往下不是吗冲去缆车不就回下去以后右边有个缆车左边也有个缆车嗯，要走两个缆车的中间嗯，而且要一直直冲嗯，你从这里就尽量不要刹车了嗯，因为你昨天就开始在推然后眼睛看路看雪比较有人走过的雪道就看不上看不清楚看不到再踹他几下踹你踹踹踹是鞋是鞋子的附近就太多雪了你就踩不上去了不是很滑
还是停下来了。我要搞轮流踩的时候，没有抬起来的那只脚要尽量维持着朝下，不左不右。万一平衡不好做的话，可以双手捧着帮忙平衡，这样子。不行，不行，脚要抬起来的时候，四只脚要尽量直一点。你这样动一动就会动了，好好哦。你又跑掉了，我要对准你的路线。脚尽量是合在自己身体正下方这样子。好。踩住的那只脚尽量要是你身体的重心中间，身体可以弯没关系。滑两公分，可以吗？可以踩别人的，踩别人的，然后继续刚那个练习，这对重心转换也有帮助。先加速一下。没有，要更过去一点哦。嗯。身体要更过去，要更过去。好，更过去。啊，好累哦，还有多远啊？很远，超级远。我就说第一天我们就经过这些事了。是这里最累吗？下面还有。惨了惨了惨了。我就说了嘛。嗯。那你就还要。那、啊、就都想玩玩看嘛。你自己忘光了，那算了，我已经警告过你。好，就去。要推，好，可以再练习。身体歪过去一点，你路上会一直往前跑啊。没有办法哎、欸。好，不然你都不要想着前进的事，你连第三脚算了。可以吧？就不动啊。对啊，没有，我也不动啊。反正呢，对对对，轮流坐的话会前进，完全不用棒棒。你要坐原地三角站的话，那个重心就会是对的，然后会缓缓的往前滑，你就一直轮流坐原地三角站就好了。有吗？而且你只要站，我好热。算了啦，没关系啊，我就走，我也很难。因为这个跟滑雪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也顺便在练习，还可以控制速度，完全不用放放。好热哦，我太热。太热，
太热，把衣服拉一下。拍谁啊？我很慢。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看我的板子。我的脚比你并拢了。好累啊。好热哦！要来这里擦吗？没关系。不要吗？我是说
一休息二露营，这样吗？要不要？累死了，我要徒步的。就在这里。好累哦，而且好热。你说倒下去吗？是啊。用手机啊？对啊。你要拿我的、哦？对啊。小心手机，不要反过来，我下面都有洞。就下面都有洞哦，下面插电的洞啊，上面没有。好了没？好了，我才要给你。下好大、哦！你要慢速露营吗？是啊。啊？是啊。一直在下。我快热死了。好了。好了吗？等我准备。好，预备，走。快！休息吗？对啊、哦，快热了，我降温一下。你要不要？嘿，我一直吃。对啊。你刚忘到另外人了。高瑶找到了。高瑶。好，没关系，没关系。好，你不要爬了。不用，不用，不用，先不用，你先休息。好吃，对啊，好吃的。先把手缩进去，把它变干，再戴手套。休息啊！我头上有没有关系啊？等一下，我再帮你拍面。先全都靠住。我太热了，我太热，热到不行。休息。不会不会，太热，好热。我要坐一下。我说我头这样靠会不会勾破碰到血？完全没有啊，不过我帮你扫一下镜头，血会积在它上面。现在就积在我的面罩上了，因为对啊，都会啊。那怎么办？我只能坐着，我不能躺着。不然你躺着，我帮你把镜头朝下算了，算了，它正上方也是积了。你说面罩也不用，对，面罩也都是血。现在面罩被我一扫就变湿的了。那你的沟壑里面整个是血，就不用管它。是你在这边等我等太久，糟糕！你过来，没关系，我把你那个洞的拍掉。感觉头被打击了。量一下，我太热了，我太热了。哦，不行，这我只能滑一次。也没有让你滑两次啊。我要死了，太热了。我告过你了，你还是说可惜要来。这次去了就没了吧？还有还这么累的吗？都这么平啊！一路平到最下面一段缆车，现在滑一二三，现在才滑二到三之间。嗯，二到一也很缓。嗯。又是怎么办？然后你说没吃过的餐厅在哪里？不在这啊。好，那在哪里？在那个贡多拉那边啊。刚刚贡多拉跟贝斯各一家。贡多拉刚刚溃的山那个。贡多拉就是比拉夫旁边那个贡多拉。哦，是刚那个。对啊，不是这里啊。是贡多拉哦，那不就回去了吗？是啊。所以西恩花园滑很快，对不对？啊，这也没差，哦、就是一路坐着缆车回去休息。好重哦！人家雪板就是喜欢这种的，但是我滑不到。我也觉得还不错啊，就是陡的坡难度降低了。嗯。上面没差了，我是在陡浪里面干而已，上面也不用管了，等一下也是下一堆。你这个领子里面一堆也有啊，我知道啊。
好热哦，我还在热哎。是啊。嗯。我现在是属于正常状态。你都不会累啊，我很累。为什么我的板不会动？因为你的比较短嘛。如果坐着一下，身上就那么多血。我就说北海道，因为它粉雪，我们手套回去都没有湿成怎么样，都还好哎、欸。是啊，之前去都要用手套的湿都是汗湿、嗯。你说这里干到我们也不会流汗？哪会干到不会流汗？是滑的累一定会流汗，但手没有啊。手会冒汗啊。还好现在是脖子那边冒汗，快热死了。怎么办？我好痛苦哦，这么累。大家都走了，好了，我走吧，我慢慢走。嗯，那你先呢？我都在践行，我根本是来践行的。那板子又长又累。坐我真舒服，现在滑梯这样子屁股也是固定的。没有，我刚就已经滑梯了。我刚没有啊。对啊，那样子脚没休息到。嗯，对，这样更舒服，再休息一下。再更低。这样，好像就接下来就要撞到了。软路吧？没有，它是软的。哦吼。这个问题是这个，怎样？魔鬼粘哦。对啊，水会滚进去。等一下，戴口罩之前一定要先清一清。所以就这样，转手乱走掉。之后的血有这么好吗？好像过年的时候会有一波大的。嗯。好热，热！站不起来了。哎呦，哎呦，嘿，哎呦，好深哦！刘金川，嘿，很深你。你小心手套勾到血。好久。快走！好热，还在热，我背后快都湿掉了。先出发。你就看半天，我还在很远的地方，还是跟不上你。我看有没有办法拉车，动力好像勉强可以前进。看不到板子怎么穿呢、啊？这板块看不见了。对啊。哎呦！我慢慢践行去了，雪地践。速度在看哪里？你准备背啦。好，那我手带好。前面有。
有个坡哎、欸。但是我说，黑线会很难吗？这个黑线会很难吗？这个黑线下面可能会接绿线呢、欸。是哦。对啊。那我们先下去还好，就对了。我快下去就直到底了。真的，我快累死了。嗯。我们哪哭？好了，要走了。嗯。好累，现在快要往下滑嘞！啊，我都抓我，你抓我啦、啊！是我抓这个吗？对啊。再等我一下。准备好。自己了，不是。
朝下啦。哈哈。脚太酸了，会动了又会紧张，不动又很烦恼。好，太多太多，对雪超多的。好，侧着滑好了啦。我刚刚就侧着滑，滑到就摔倒了。不知道前面往左还是往右。你要先看一下地图。看到有柱子在右边，好热，好热，啊，热死我了，我看我应该会摔死啦。但是绿线也跟着那个黑线。哦，好，就不行。就在黑线旁边，不知道什么道理。好，所以你先走，我跟着，不要走太快。我啊，就是我摔倒了。这站过不了哎，太大。然后我就太热，就开始起雾了。我的镜片已经是雾的了。好吧。好吧。なんか勘で分かる。いやあのオープンあったじゃん。はコースから入って見たじゃん。笹多いねって。あそこの森より滑ってくる。だからまあコースから行って途中から入ってきちゃう。用绿线的滑法，不用力，然后速度感跟绿线差不多，也不要看膝盖，
就是反正它雪就是那么深。去哪里？就是往下吧，还是怎样？你刚刚说的是往右，不是缆车的右边哈？应该说岔路往右，但是两哪边都可以滑。直板往下。好热，还在热。不行，我被卡住，太多了。脚卡住了，卡住了吗？右脚，所以左脚才会跟着摔倒。好，我这边坐着休息一下，可以吗？你说滑到右边去 是？这里有一个斜斜往右的路啊，就往右边滑，然后接着又可以往左啊，就是到大的。没有直下就好啦，从这里刚好直接就是过去。我的这个走到很下面都受不了。好，出来了，出来了。超深的。下去直直走吗？啊！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下。左边直，这边直直走啊，可能要冲哦。嗯。都不用冲啊，我两个速度加起来除以二，刚好。你来帮我，对不对？滑的就好。好。先下去啊。我先下去啊。不用推，不用推，用脚慢慢感觉。准备好要摔倒了，一跳，
高的啊，右脚翘超高的。好费力哦，我很费力，你会吗？休息一下，先把我拉到前面啊！先把我拉到前面。哎、欸，不拉了。你先冲，我再冲，然后我会说我来了，我来了。你这样哪动得了啊？不知道，现在动不了，就往上。等一下我要有动力的时候，我就会有了，我要有了，我就要有了，有了。有吗？哪里？好，换手。你经常在没有人踩过的路啊，因为我让路给你啦，我这样会卡到你的板子。我有右手在帮忙。你刚为什么不早一点帮我？我已经快累死了。我是说这个，我是说更开始。不知道啊，没想到。好累哦，我要回家了。你要在下面休息呢，还是一路坐缆车回去？你说餐厅哦？哎，给人家吃东西，不好意思啊。
大家都会潜技，只有我会潜技。为什么？跟小朋友一样，为什么？我上次走左边，哦，所以反正跳在左边那边。为什么？这条路。应该不行了吧？哎呦，哎呦，哎，小心！平地了。嗯。那他就踩了。好，放。又回到了二级。好累。没有别家，但是不想走过去。还有啊、哦。前面那一家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或者是去饭店。哦，要吃高级的咯。也没有啊。Hyatt 欸，好啊好啊。不要。好啊。先看这家。啊，这家就在吃过欸。有别的、啊。Hyatt 啦，那 Hilton 都吃了 Hyatt、啊。要走多远？穿雪鞋走应该 OK。不要，好远了。好了，我们可以坐魔毯上去吗？可以啊，那就坐魔毯上去不就到了？到了吗？是这样吗？至少不用爬坡吧？好啦，魔毯上去，然后爬过去吗？你觉得你还会再带我来二世谷吗？看状况了。你说要搭特价哦，很难哦。搭特价，很难哦。那魔毯有开吗？有吧。而且还有保暖哦。好、啊。而且那个入口应该要 B 吧？我觉得那魔毯未必是要给人滑的，如果要回旅馆也是要用到吧？对啊。真的要去？真的好热。这里也有魔毯。嗯？哦。是小孩子玩的。我们这里下去吗？我真的快热死了，我一定要想脱掉。我应该下不去。小段了，小段了，再清一次。好热，我不行了。啊，我吃好吃，我会恢复力气。啊。啾啾爱爱脚。哎呦。啾啾爱爱脚。那个有在动吗？会我们滑过去以后没有在动？有吧。好的。反正完了。这里是上坡呢。他是要跟我们讲话吗？谁？不是吧？没人跟我们讲话。你看 Hello， 会不会 Hello？ 是吗？有吗？谁？我都看起来像小朋友，对。我过不去了。你要跟着我踩啊！哦。就生气了。
有感应的、欸。它好像一条线挡住吗？没有吧？没有啊。哦。我已经快热昏倒了。还是打黑啊？是哦。车少了。耶、yeah, ，第一次坐摩托。我也没坐过哎、欸。啊？怎么坐？站着站上去就好了，不要走路。为什么小叮当不做一个这个就好了？他把我运走了，耶、yeah! 耶、yeah! ，好嘞。我很热，但在厕所外面，你可以拿纸巾帮我把汗擦一擦，不然我会感冒。我今天穿最热的，你知道吗？你跟我说负七，我就想说，嗯。先自己拍，还有刀在互相拍。嗯，哦，好热。这太保暖了，好热哦。我说这个 tube。啊，对哈、哦，你说头。我都这样打我自己的头的，我说我都这样打我自己的头。啊，待会吃完饭后我再弄一层雾哦，防雾。我就跟你说，昨天你说要不要弄，我说要，一定要。好的。防雾起作用。嗯。我感觉我这里有水波纹，它阻止它变成纹，雾结果是水。嗯。你看后面有没有走？没有。第一次坐摩台。右边下，左边下。小叮当就是讨花不起的钱。对啊，这不过就是个电扶梯的一样嘛。电费哦。那可以做感应室啊，有人来在动啊。放我一下。你赶快走，你不走开我没有办法出去。很可怕吗？哎呦喂啊！这边不能滑雪，右边是。还是个车你要去哪？门在哪？
要放在拉克还是要插在这？ Is it okay to? Yeah, I can take your ski. That's okay. Is it okay? Yeah, sure. 啊。Do you have lunch set? Yeah, I have some lunch. You have another one, so you can remember all ski. Thank you.又要换脱水了哦，很好啊！你看这么厚，快一张。好热哦，好热。你这是？哦，他们的枪在那，他说是我们枪。我往你背后头往边走边边好了可以了应该只有背包跟帽子吧把它遮住，你走下去。你勾破干嘛把我冲？勾破可以冲啊。放遮住一起冲。好啊。那我勾破没有，勾破上没有血啦。你不要动哦，你的这边。就觉得可以喷，然后你说不要。你勾破不要冲。就是刚喷的就是帽子。好好。好，进去。他们要换鞋子，要换鞋子吧？有拖鞋的，再进去看看里头。再走进去啊。Thank you.Are you okay? Sorry. Oh, but eyes, no problem. Everyone same. Ready to be a breakfast. And this is your local key. Yeah, just you can leave your boots out here. Okay. So I'm gonna bring it to in your locker. Oh, thank you. When you finish, just open the locker. Okay. Then thank you. Could you please return the key? Okay. Yeah. Thank you.すいません。あ、大丈夫ですよ。あ、ここで。あ、スリーパー。スリーパー。すいません。大丈夫です。好高級よ。これ、不知道多貴。好。不会啊，当我们真的可以没关系，你知道吗？嗯，这么硬啊，这一拉五遍。